真的，一摸就知道了。这长肉了，嗯。我以前那瘦的差不多是，以前三分之二，现在长。他原来是37.5公斤，现在42.1。哇。对不对？长公斤了不简单了。41.1，41.42。长肉了，长肉。你消水都是大的，大长。哦，真的。嗯。但是壮的还也比较辛苦。啊，没问题。高兴，啊，对不对？高兴啊，高兴。大起来壮，高兴。妈妈走的真的漂亮。那一次有一次带他去换尿管，去医院急诊室换尿管。嗯。啊，我给他看我妈妈那个灰指甲，好了，结果那个把袜子一脱下来，他说：“哎呦，这么漂亮的脚。”嗯。他说那个脚只有60岁。是啊。是那现在脚不是90岁的脚，是60岁的脚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记不记得那个说你60岁的漂亮脚？嗯，脚真的很漂亮。我的脚还没漂亮。真的很漂亮。对不对？又洗了。又洗了它。又洗了。啊，对不对？啊。你看。那你的脚真的很漂亮，60岁的脚，不到60岁吧，算40岁的脚。很漂亮，丰满的脚，看起来啊，40岁的脚。养起来比较好，嗯，有个好看，漂亮，高兴吗？你们照顾的真好。你看他这个字啊，连这个字都消了一些。嗯、我不知道是不是我自己在那胡思乱想，我觉得我常常跟他按摩这个字，哎，觉得这字也没有以前那么粗了。平常你要穿袜子吗？啊？袜子。对呀、啊，你不是叫我跟他穿袜子？这个手套也是你叫我穿的吗？对。那时候只有穿袜子，没有戴手套。现在想想，戴手套。我上次我戴手套。啊？我是靠手吃饭，所以晚上就叫我戴手套。你戴手套为什么？手哈。嗯。你那是冬天了、啊，凉，比较不敏感。哦。我们是靠手吃饭的。哦。所以你的学生都戴手套吃饭，在睡觉。有没有？啊。有一些人会。哦。那你有穿袜子睡觉吗？哦、没有穿袜子。我脚很热。脚热。我年轻的时候睡觉脚不穿袜子。哦，真的。冬天哦、嗯，为什么脚露出来外面？很热，很热。走一热的话，全身都热。哦，那你实在太幸运了。我年轻的时候，两只脚像冰棒一样，嗯、然后我摔在我先生冰柱子，他说啊，啊，有点。我是在冬暖夏凉。啊。我夏天冰的。哦，太好。有福气的人，真是有福气，有福气，有体质，真的是。你调温，调温了，自己调温自己。那你
气的脚。为什么那里要这样？不是，他给我带过去。你身体一直疼，那可以。对了，老师，我看到有人说那个在腰的部分放那个毛巾，毛巾卷起来放在腰的，你觉得这对我妈有帮助吗？是这样子，不要超过十五分钟。哦，不要超过十五分钟。因为超过十五分钟，你虽然是用那个自然生理量去度，但久了之后，那边又长出来。像我们楼下十五分钟，我们都哦，这样解开。那脖子这边也有人说脖子也是可以。不要放，脖子放，脖子弱化。放不要不要超过十五，不要超。脖子也是可以放，但是也是不要放十五。尤其你看我们古代的时候，我们枕头是硬的，但是我们睡的地方是在这，因为脖子是没有像现在一定什么。一定要把它垫高。那时候我们的祖先老辈的，没有什么闹钟，很少听到，很少听到什么颈部酸痛，因为颈部肌肉发达。现在都用那个所谓的像这种的，有没有？这种的把它拖住了，当然是舒服，但是呢，无形中每天这样跑这样跑，你的颈部呢越来越弱化。弱化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头啊，几乎是你的体重的20分之1啊，6公斤了，不止十几，不止是那个五分之一，5公斤了，12分之1了，所以头很重，所以要靠颈部几条肌肉支撑啊，你再把它弱化，所以现在我们问题多，所以不要放在脖子上。不要放在膝喜欢这样子，肌肉这样子，你脖子就可以得到舒缓。对呀。那舒缓的第二个定义就是弱，一直舒缓它就弱。锻炼肌肉，就养肌力，要练。肌力，肌肉的力量。最近出了一本书，养肌力啊。我们讲了几十年，像踢脚训练也是四头肌，屈伸运动也是训练也是四头肌，都是。你四头肌弱了，膝盖就不好。知道吗？他会用眉毛给你打招呼啊，给你表示。这一直都不开了。现在固定在谢老师那做这样子检测。多久一次？2个月一次。每次都进步哎。对。啊，对不对？每次都进步。礼拜二才刚去过。现在剩下几个东西？没有几个了。半张而已。半张而已。哦。我还比较多。你比较辛苦。欢迎你的狗，对不对？我妈妈的缺点比较少。
他有家人的关系的考虑。我不知道，有吗？你说了，血压应该多少才正常？62左右。对呀、啊，92岁的人120，这是低血压。可是他没有啊，他没有那个没有测血压。不是不是，我是西医的医生啊，医生都说那个要120/85，对不对？不是年龄的关系，要家庭的关系啊。像你92岁，你要120多，要140了，有没有听那个来的？有啊，那个养护所每天。会量多少？那140、150吧。对，那就正常。哦，90岁了，140、150是正常的。没有吃药。对，没有吃药。哦，把医馆到医院去了，医生问他，哎呀，血压太高了，开始吃药了，又增加一样。没有，我们现在西药全部不吃。对，全部拿掉。我用30年不吃东西。花生。30年都不吃。我健保我没用过。啊，有用过2次，一次去洗牙齿，一次去前立市那边洗耳朵。哦。这么2次。是洗牙齿应该半年去一次啊？对，但是去过2次。就是一年就应该是用2次。用牙齿，这也是遗传性的，不唾液太多，哦，所以很容易那个齿垢。哦、我不要3个月，我1个月齿垢就很厚。哦，是不是更应该洗得更长、啊？我就是用那个不能经常洗。哦。这个是比较经常洗，所以我都轻轻把它拉出来。那个钩子，来跟着就。我妈妈现在是因为她是极重度嘛，嗯，所以2个月可以洗一次牙，对不对？所以我现在固定2个月去洗一次。我先说我妈妈很不错，很不错。嗯，你看脚正起来了，妈妈这只脚，奶奶呀，这脚正起来了。不要一直在那跑。这是怎么弄啊？这是什么原理啊？你是？我是让他给外旋啊，他你一直都是内旋出去。我开始我轻轻把它拉开，我先把它松了，我轻轻的把它松了，髋关节、股骨头啊，脑子、关。还有一个4条韧带，那现在4条就是太古韧带、尺骨韧带和坐骨韧带，但是太古韧带条分成2条，才4条，那就是来固定我们的骨，让你它比较不会受到那个太大的外转外旋的影响，或者脱臼那种。但是呢，有时候呢。你不去动，不动的时候，它慢慢韧带会定，另外就变紧了。所以有时候就把它松一松，松一松。像我的头，我的患者都会先试。摸到这里，你们说的什么？感觉啊，它很紧，这个是。松一松，对吧？松一松啊。不要松。